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的老师是谁？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你的老师。每个老师教的法门不一样，你分身去学，一时全学会了，所有的法门你统统成就。哪像在这个地方这么麻烦呢？他是一时圆满成就。极乐世界教学的殊胜庄严，无与伦比。这个地方不去，到哪里去？你在这个世界去修，到极乐世界成佛了。他不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修，可能须陀洹还没有证道。另外一个同学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不能比呀。所以这个机会得来真不容易。开经偈上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彭吉谦居士讲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你碰到了，你说你多幸运。你要能够掌握住，你这一生成就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真正了解。经上这个话，假如供养恒沙者众，不如坚固勇猛求正觉，就求成佛。到极乐世界就求成佛，求正觉者首应求正法，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。退是退转，去是弯缩弯曲。禅为是虚妄，重要啊！我们从今天起就要看，不要等到明天。今天大年初一，好日子。这句佛号放在心上。分秒必争，我有一秒钟我可以念一声佛号，我这些方法没有念，我这一秒钟空过了。空过就是错误。分分秒秒不要忘记阿弥陀佛，口不出声，心里头佛号不间断。我们真肯这样做，我们居住这块土地台湾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有真正修行人，就能化解大家的业障何况自己。